当知不可思议之因，即不可思议之果。因果同时，因果是一桩事情，有智净土者。这个有智是什么呢？真正希望我们在这一生能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叫有智净土，需从此显出啊！你要从这个地方显出，你就真的相信了，知道什么呢？极乐世界跟我什么关系？关系太密切了。大乘经教里头，世尊常常说：“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。”你说什么关系？啊，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里头变现出来的，不是心外的。心外没有阿弥陀佛，是我们自信圆满性的变成了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成佛了，成佛成什么佛呢？跟诸位说，就是成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不是阿弥陀佛的替身呢，是阿弥陀佛的圆满身相。啊，这才是真话。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到时候你所看到的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修净土的人，我们今天看所有一切人，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。看一切万物，每一样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蚊虫蚂蚁是阿弥陀佛，树木花草是阿弥陀佛，山河大地是阿弥陀佛。你说你会不会成佛？你肯定成佛吗？啊，不可以分你我他了。有这种分别，有这种执着，就是障碍。这些分别执着全都要放下。啊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。啊，所有一切法统统是属于自信变现的。啊，这样的心不是迷信。啊，这样的心真正相信自己信的功能不可思议。能变现出极乐世界，能变现出一真庄严。啊，我们念佛决定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。啊，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。啊，今天我以这几句话祝福与会的同学们，啊，恭祝大会圆满成就，谢谢大家。